我是瑞博，就是1807年10月14号，高雄后岸高雪派出所第11点19分，此外刚刚是有列车通过。哇，飞机耶！飞机。它好像是要降，好像是要降落了。我看它轮子了，哈哈。老干哥，刚有一台看往左营的高铁列车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欸，真的是要降落。那摄像机好像都见不到，就刚看我的影片。哎。